这几日厨房的菜色都根据您的要求换了，小姐好歹起来吃一些吧。这么多人看着，谁吃得下饭？你留下，其他人滚。 怎么，你们那个寒风把驿站围得跟铜浇铁柱一样，连屋顶上都有人，怕我跑了不成？不会，不会，走吧。嗯。 干嘛呢？哦，刚从康大人那边回来，正要回房呢。赶紧走。哎，不必掌灯了，我这就歇了。 是你？是啊，可不就是我呗？你来我屋里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你啦。韩大人可别怪我鲁莽，要怪只怪你公务太忙，山不来救我，我就只好来救山啦。胡说八道！是你非要把我留在这里的，我不找你谈正事儿，岂不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？这几日，我百般迁就你，你一句老实话都没有。 现在深更半夜，你来我屋里谈正事？当然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你翻了我的桌子？不是我，真没有，真的不是我。我要是为了偷你东西，偷了我早跑了。说你的正事。我说正事之前。 你还没谈条件呢？你还敢跟我谈条件？你干什么？大半夜的，一个姑娘闯到一个男人屋里，也不知道你是年少无知呢，还是天真无邪。 在我的耐心用完之前，想好你要说什么，再来见我。你。